这样，现在就叫鱼了啊！你们这么多人去就行了吧？不去干嘛？去开船呢？你们两个好意思不？哎呀，我们一起去了。啊，文还在那，美女过来，我们去船上打火锅。你去船上打火锅，能多大不？哎呦，我出马都不大。哎，静姐，这个船怎么开的？这个玩不拉，这个玩不动。哦。你们试一下，不，我不敢，还是你来吧。这样往那边开，阿卓，你进那里坐了，然后你站着站不稳，停下去，再往那边开。行了，行了。文，你过来拍。好，我去哪里拍？文，打重一点，这个杆都拿不起来。这样停船，把文他们歇一下，等一下再说。哎，静姐，你们在吃什么？粥条啊，你要吃不？肯定吃啊，一个人偷偷吃。这什么猪肉条，味道不错啊！葛一优的手撕猪肉条啊，阿豹在抖音上酸蛋好几买的，说是马上过节了，囤了好多在家里了。豹哥，你买这个好吃哎，肯定好吃啊！这样猪后腿肉做的，很有嚼劲。平时出海去哪里都能带上几包，我们家经常买的。这次的活动力度大，一包不到6块钱，我就转了一批。那快给我啊，我去囤一点。马上跨年了，双旦优惠力度大，有很多超值的礼盒和跨年年货，自己囤送人都合适。左滑进抖音商城或者点击评论区就可以下单，全网低价，一键立减秒下单，走心好物随心选。哇，这么划算，正好买个礼物送我女朋友。听到没有？一个女朋友跨年都要留礼物的。买，回去就买，买买买，都买都买。开慢点，到了到了到了。希望收获满满。咦，终于过了这里。哇，这什么鱼啊，豹哥？这个你看不见熊的。哦，捡这个吧。先捡这个。哇，这个大啊，豹哥。哇，这个红鱼的，你都捡到这里。来来来，好久没抓到这种鱼了。我滑不过去了，对不？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不要摘到手了。这个拿货了，没事，拿货。哦，拿货了，没事。哦，对，你起来，我来捡。我不敢捡，你来捡吧，豹哥。又抓到你了。哇，有那个黄黑黑鲤鱼的，那个黑鲷，还有那个玲珑鱼，我收上来再捡了。中了好多鱼在里面，哎呀，哇，哇，这个红鱼，这个会咬人的。等一下，我在这里煮给你吃哈。好。这个要扎到的话就麻烦了。这个上次扎了我好多次。哎呦！一个小时半。人在高级，像不像那个石头？阿文，小龙，我们这里打火锅了啦！好啊，这样拿过来杀鱼。好啊，我拿东西哦。
喂，你有没有在船上吃饭过？没有，这个鱼鲜啦，直接捞直接吃。那肯定啦，这鱼都不要放佐料的，很新鲜的。哎，你还想跑啊？豹哥，你怎么不杀这个大的？干嘛要杀这种小的？去哪里要那么大的锅？我们吃先吃小的，大的留着回去吃。干嘛？你怕我们不给你吃啊？没有没有没有嘞。盖上锅盖，站五分钟。小什么？你在船上站着吃这个东西吗？没有啊，今天是第一次体验。第一次体验，你要吃饱饱再回去哈。好啊好啊。哦，水开了，水开了，放你，放你。哦，这个锅好像太，好像太小了哦。盖起来。哦，熟了，熟了。来，啊，筷子。对，来，来，我找美女吃大大这条。好，谢谢。阿文，你吃小小这条。那我呢？那我呢？最大，最大，最大这条是你的。对，来，大尾。大尾。哇，好鲜呐！鲜不？我们刚端上来的，这些鲜到我们酱油都不要了。我都好久没有这样吃过了。嗯，太好吃了，原汁原味。太爽了！你要是喜欢这样吃的话，下次有时间再过来啊。好。